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师，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，来观战吧。S 一园丁、邮差、佣兵、昆虫、园丁，这阵容打破轮有点打不过吧？这阵容打破轮的话是挺难的，上来破轮抓谁都可以。园丁、昆虫、邮差应该都是不太溜的动物。当然，园丁现在所站的一个位置呢，倒是挺不错的，两个窗。破轮的话带的是个张狂，估计是个张狂底牌吧。位置上面来讲，这个点位我觉得可以怎么打呢？就是，哎，你滚，这边它也是个盾，你滚到了也是没有用的，不如先拉出去，待会儿看情况杀个回马枪会更好一点啊。或者怼着这个园丁抓，滚到了破盾，滚不到嘛，这边哦卡时间，等你盾消，有机会能打一刀吗？盾倒是马上快要消了，一个减速，哎，漂亮，飞轮扭掉了，哇，两边这波。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当然这边园丁一个漂亮的飞轮躲掉了这一个刀，如果不躲掉的话，这个节奏其实对后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他难道就是想要通过这边的一个滚拉近距离以后强行起盾？哇塞，这不愧是国服第一园丁呀，这一波起盾好极限，再起盾应该来不及了，绕过来，好，再一个闪现，整个击倒1分30秒，我觉得可以接受啊，两边都可以接受，因为这个击倒时间其实不算快，但对于破人来讲呢也不算慢，而且呢我有更多的存在感，我差一点点存在感，我到二阶，一波防守我就能到二阶，如果说这边能顶出去逼佣兵救人什么的，还是有的打的，还是有的打的。外面的话看一下，昆虫补到机子了，邮差和昆虫修一台，那节奏不太好，那这个节奏不太好，这边切形态追双打。说佣兵叫护臂，这边交掉了一个悲观，然后打一刀，相当于是打了一刀佣兵的一个感觉。嗯，核心问题是怎么说呢？就是邮差和昆虫合修一台的话，对于穷者来讲是没有任何用处的，他们现在还差一台整机，需要佣兵修，这个机子是完全不够的。如果说当时那个时间点邮差修一台，昆虫修一台，那我觉得这个局就是还有的打。现在佣兵还被通缉到了，那是一个破轮保平之胜，而且破轮的真胜面还蛮高的，就不知道刚才破轮追园丁那波是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呢，还是就是追着追着发现，哎，差不多他盾反正也没滚到，差不多他盾那个好了，我这边就切形态对吧，打一刀。这里的话有戏谑开到前面拦住，有闪现，戏谑就不要了，我就拦住你不让你救人。这个邮差距离过来来不及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的话，这边其实随便打谁都可以，只要起击倒节奏，他大概率就赢了。因为这个佣兵是一刀没，这佣兵现在还得拔刺。戏谑13秒，开尖刺，滚，找佣兵，佣兵这边刺已经拔掉了。其实我觉得抓邮差会更好一点，抓邮差会更好一点。这个佣兵这里反而不太舒服，抓邮差的话，一滚一戏谑，然后闪现交掉，悲观都可以省下来。飞轮有没有？这边是个双弹，那交闪现带走即可。啊，交闪现带走即可。夹子夹中了，绕过来，一刀好的。昆虫现在要考虑的是去救人，佣兵修最后台机子，这个机子修不了，切叉眼。那切叉眼的话，这边就是先逼你骑马，然后呢，然后再切形态，把板子破了，拉过去去找这边的昆虫学者也行吧。这边的话，一滚一戏谑，然后丢个夹子，一刀也带走。还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一个密码机位置分布，最后的三台机子全部在地图的这一半，导致那个邮差和昆虫他们没有办法一人修一台机，没有办法一人修一台机，这个话两个人骑木马，一刀护臂没能跳走，昆虫的话这边是一刀没，他得先拔刺才行，没得打，没得打，没得打。这个局真的就没有办法，那一波说实话即便是上帝视角，上帝视角的话呢可能要好一点，就是当时昆虫和邮差不修一台，然后邮差或者昆虫赶一个人过来来这边的终点修，可
可能会好一点吧，但毕竟这张地图比较大，逃跑好走走路线上面来讲，这个机子也撑不够。昆虫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倒一个，哎，吸血没好，吸血没好的话，这里位置上来讲好像还能拖一拖，昆虫可以蓄出新的一波虫。这里的这个戏谑美好其实对于破人来讲蛮伤的，但是伤归伤嘛，就我优势够大，你现在这状态都不好，更别说什么修机子了，你碰机子你敢碰不开，过来见一个秒一个，对吧？我虽然说刚才戏谑美好，但我现在戏谑是好的呀，我现在见谁秒谁，对不对？见人秒人，开尖刺，好，谢谢蛋，戏谑飞关一起来。昆虫的话，这边机子才修了30%。因为他现在的一个悲观和戏谑都在 CD 啊，所以说他这边是选择干嘛呢？我先过来压住你马机，然后我再去找人，找到这边的邮差，将邮差击倒，击倒以后挂上，佣兵盖交自己，交自己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有一说一，这个木马确实在这边拖了这个破轮很久的一个节奏，但无所谓的，咱这边击倒谁都可以。这波击倒的要挂啊，要挂。这波击倒挂上以后，佣兵反正有自己嘛，你自己队友摸起来都一样，因为你机子修不了。这边的邮差把佣兵摸起来，刚好你摸起来了，我这边轮已经开过来了。确实蛮难受的，全员白板，然后破轮这边逮谁秒谁，这是一个无解，这是一个无解。悲观再一炮，好，然后补一个眼，放到密码机旁边，下一波轮形态找到邮差完成四抓了，非常清晰。他应该是滚椅子了，滚到椅子边，先确认有没有人救人嘛。哎，等会儿，那这人可能就救下来了。这波人捞下来，还能再拖一会儿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就不看了，因为这个局是不可能翻盘的。本期视频呢到这边就结束了，也是感谢朋友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主要是我嗓子痛，有点说不通。这应该是结束了啊，大家拜拜。